拉着行李箱进入厦门一个地方服务中心，这些人是中华民国的金门居民。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前就在策划这一次行程，要过来办那个居住证，可以去考驾照，然后就业、买社保。 医疗通通都OK，跟你们是一样的。日前，北京推出福建对台示范区，中国大陆官媒宣传已有45名金门人赴厦门办居住证。先前陆委会就批评这是拉拢、诱引，完全是中共一厢情愿的做法。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，致以诚挚的问候。 适逢中共建政70周年，习近平再度对台喊话：“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。”就在习近平谈话同一天，我们第一艘国造潜舰下水，引来北京当局两大部门接力开酸。不过是螳臂当车，终将会自取灭亡。至于你谈到什么阻止解放军进入太平洋，这不是。 痴人说梦，这是什么？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武器，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，只会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。对此，我国国防部回应：中共持续的军事挑衅才是区域不安的主要原因。那么，国军会持续依据敌情的威胁跟做防卫需求，秉持备战不求战、应战不避战的决心跟态度，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。 全力捍卫国家主权。面对中共软硬威胁，台湾只能强化各项自我防卫。TVBS 新闻张家宝、陈玉文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